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你真的只会剪影片呢？你不会录影片哦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是频道编辑，然后就是李安数学跟赛道狂李安老师的频道编辑，然后也是剪辑师，对，大家跟资讯部部长。跟小朋友安抚人员沟通啊，对，沟通转译的过程，对转译的过程，对，因为他很会跟小孩子沟通，他的心愿是开一家幼儿园，并没有啊，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，就是我准备要离开这个大家，好，你继续讲，不够了，就是想了很久了，就是可能要转换了，对啊，我们真的是很浪漫的一群人，真的，因为他也是我学生啊，他高中也都上我的课啊，对啊，他高中也在我们这里上了三年，对吧？然后你看，就是有这种缘分，但是啊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啊，好吗？好，但是如果之后他又回锅，也不要太压抑，好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缘分嘛。但人生真的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好啦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做两年呢，你看我们频道也做两年呢，从赛道狂人开始，然后那个李翰数学思考卓绝是近一年近半年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年多。嗯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真的也有没有撑很久嘞？我们真的从无到有。不要担心啦，频道还是会继续更新啦，就是频道影片不会少。对啦，对啦，是你是不用担心啦，哎呀，这真的是不用担心啦，因为暂时先由我来剪。新任剪辑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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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惨！好啦，但他有教我，我有认真学，我有认真学，是吧？哦，我现在真的是，人生真的是超级无敌大斜杠，对不对？好，不会啦，嘉诚也是偶尔，他也是会帮点忙，他也是会帮个忙啊、哦，例如说是什么好莱坞制作之类的啊。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等到环球公司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哈、哦，索尼啊，音乐啊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来找我们的时候，哈、哦，这时候嘉诚就会复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嘉诚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？好多话，就是怎么讲？这两年真的过很快，就觉得我们这样子产影片啊，然后本来我们这样制作，然后也在想说啊，我的影片会不会做这么辛苦没人看？谢谢哦，大家真的谢谢，就是愿意支持我们，然后能够就是订阅一下，按赞分享，一键三连，一键三连，对，还要投币，对，要投币，对，我们现在 B 站也有 ，OK， 我们现在是跨平台，对，跨平台，对，跨通路。是吧？对啊，然后就谢谢大家的支持、啊、然后也很谢谢补习班给我机会做这些事情，然后让我累积了这么多经验，而且就是在补习班啊，每天遇到这些学生啊，就啊不想看到跟他们分开的那个表情，所以。对啦，我会啦，我这一点我会帮你跟学生解释啊，你是完全没感觉的，走了就忘记了，没有，对啊，就是今年国三的、啊、高一，然后
高二的，然后还有高三的这一群，然后还有今年升国八的这一群，真的都是从刚进来，然后到哇，到现在，嗯，就是也对啊，就是看着长大，对啊，他真的对学生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老师，真的也没有，就学生不嫌弃，学生的福气啊。学生的福气，学生也都很喜欢他，但是他不喜欢学生了。不要下班好吗？好，安妮还有没有什么要讲的？有缘再见。就是今年国三的这些学生啊，你们接下来明年就要准备考试了，希望真的是要。好好努力，好好加油。就我知道你们一定做得到，对。然后，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事情，就是不要找我，找李安老师。没有，就是跟补习班说一下，然后哎、欸，搞不好我可以，对，就是回来跟大家聊聊天。这一届升高三就不用了，这一届升高三就没有、我相信这一届升高三的他们都是很强很强很强，这一届升高三很强，我完全不担心。真的，因为这届高三真的是很强、那个不要讲名字，不然又把他名字讲出来，对啊，叉叉叉跟叉叉，我们那个太强了，对，所以不担心，但是也是祝福，就是各位考试顺利。虽然说还有一阵子啦，然后还有补习班的大家，就其实我们补习班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做嘛，我就真的知道彼此真的很努力，然后也就是很为学生用心啊，然后对啊，就是做这些事情，我也觉得其实学生感觉得到，然后。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继续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会持续关心学生，对啊，我只是转换跑道，我没有抛弃大家，对啊，就与你们同在，好，谢谢嘉诚啊，真的，哎，有学生赶快介绍来了，对不对？有学生赶快介绍来，除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一币三连，然后那什么投币，然后一键三连投币，对，啊，学生拿来给我们照顾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拜拜，不知道是不是下次见，但是有缘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